Thank you.
这首歌《山竹情》，刚才的歌曲令我心中下了四细雨呢。难道是女神的威力？咦，看来女神的威力不止这么少，她又为我们带来了雨天。这么巧，那么就有请下一位选手，今天她的妆化妆带来算面试的雨天。
在等什么？祝福，这来。
几百钱给我们做客人家。你又忘记带零钱了？哎呀，起来呀。好了好了，我借你就是了。你真是我的好朋友，如果没有你，我的人生就好像缺少了什么。话说回来，是一对是组合的。对啊，他们是六 A 班的远音新和六一班的石几燕，他们所演唱的是莫会的《如果没有你》。Thank you.
我数学的成绩还不错，有什么麻烦明白的都可以问我。那好吧，我问你，今晚加明晚加前天晚上和星期一的晚上是什么？又要睡觉了，你又还未做完功课是吧？呵呵，四个晚上不就是等于夜夜夜夜？或许跟成要这样的话，听大家了，夜夜夜夜好。那我们有请 60 班的蔡玮琪为我们演唱《其实在夜夜夜夜》。
知道。